大概在3000年前，在今天的伊朗，有个小哥哥叫索罗亚斯德。他的故事古代的记载其实并不少，但是大部分都和传说有关。据说他是一个贵族，十几岁的时候成为教会中的一名祭司，有3个老婆6个孩子。可能是因为职业的关系吧，他每天用大量的时间思考宗教的问题。一次，他在河边看见了一个以人的形象出现的天使，天使告诉索罗亚斯德，宇宙间只有一位真神，叫做阿胡拉马兹达。小索要成为这位真神的先知，替真神传播启示。此后的数年，他又陆陆续续见到了其他的天使显现，每一位天使都向他揭示了更多的真理，于是创立了索罗亚斯德教，也叫仙教，信仰真神阿胡拉马兹达。起初的时候，完全没有人理他。当时的波斯崇拜的是多神教，就是崇拜一些自然的神。小索凭一己之力想要改变人们古老的信仰，怎么可能那么容易？随后的10年时间里，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皈依仙教，小索还被当作异教徒和巫师，被与他对立的传统祭司陷害、被打压，还关进过监狱。反正为了传教，他前半生挺惨的。直到他40多岁之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宰相娶了他的女儿，才把他引荐给了当时一个叫做维斯塔巴的人。据说索罗亚斯德医好了维斯塔巴的爱马，他们俩就成为了好朋友。维斯塔巴最终皈依了小索的宗教。那么，这个维斯塔巴是谁呢？他极有可能就是大流士一世的亲爹。所以后来大流士登基上台了之后，独尊阿胡拉马斯达。有了国王护驾，传教就好办了嘛。仙教在波斯迅速的传播开来，成为了波斯帝国的国教。后来在一场战争中，索罗亚斯的居住的城市受到了侵略。一位敌军的士兵在神庙中发现了正在看管圣火的已经77岁的老索，杀害了他。到底仙教是不是索罗亚斯的创立的？其实不一定，可能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他是一个集大成者。仙教的核心教义就是世间只有一位真神阿胡拉马兹达，翻译过来就是智慧之王。他创造了世界和人，是善良的化身。他的小伙伴是天使们。人们经常都会把仙教称为二元论的宗教，因为除了善神和天使们对世间的善负责任之外，仙教也承认一位恶神阿里曼以及恶神的小伙伴魔鬼，他们为世间上所有的恶负责，善恶长期斗争。而人类是属于善还是恶呢？这就取决于人本身，可以选择为善，也可以选择作恶。只不过作恶不是没有成本的，你得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比如说死后下地狱。有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意思。根据该教的观点，一个人死了之后，灵魂会在他的身上留3天的时间，反省他的一生。到了第4天，灵魂会根据一生的所作所为被审判。天平上来称善恶，如果善多，就会上天堂。亡灵在去往天堂的路上，将跨过一座宽阔而平坦的桥，有仙女会来迎接他，把他安全地护送到天堂。如果他是恶多，这个桥就完全不同了，桥的边缘会竖起来，变得像刀锋一样锋利，难以行进。亡灵只能被迫离开这个桥。这时候出现的也不是什么仙女了，巫婆会把亡灵送到地狱，永受沉沦之苦。火是阿胡拉马斯达最早创造出来的，象征着神的绝对和至善。信徒们在火前祈祷，所以仙教又名拜火教。庙中都有祭台点燃圣火。为了保证圣火能够持久的燃烧，会有受过特殊训练的祭司看管。祭司们戴着面罩，以免自己呼出的气息玷污了圣火。仙教的信徒们到达了一定的年纪，在印度是7岁，伊朗是10岁。人们将一件神圣的山和一条神圣的腰带授予给小孩，把他们接纳到宗教的团体中来。除了洗澡的时候，他们一生都要佩戴这两件圣物，作为祈祷的一种形式。这条腰带每天必须至少要被解开和系上5次。在一生中其他的关键时刻，比如说结婚的时候，人们也会举行一些相应的仪式。最特殊的仪式是死的时候。仙教认为水、土、火这些东西都是神圣的，绝对是不能玷污的。而尸体又是所有东西中最污秽的。人死了之后不能埋，因为会污染到土地，不能火化，会污染到圣火。也不能丢到河里或者是海里，会污染到水。那他们怎么样去处理死人呢？
当一位教徒去世之后，人们将遗体洗干净，穿上洁净的衣服，举行一套简短的仪式，随后会把遗体抬到一个叫寂寞塔的特定的露天建筑里。寂寞塔大概长成这个样子，包括一些不封闭的区域，中间是一口枯井，遗体被放在一个分区当中。当抬尸的人一走，很快就会有秃鹰落在尸体上开始吃肉。没错，就是天葬。肉吃完了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剩下的骨头被太阳晒干，它们就会被水冲入到寂寞塔中心的枯井中。这样，教徒的遗体就以这种不污染水、火、土的方式给处理掉了。当然，处理遗体的方法也不是绝对的。人们也可以把遗体埋在完全封闭的石棺里，以免污染土地。现在的先教教徒有时候住在城市里面，天葬不太现实，他们也会考虑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用电热进行火葬，这样的方式就不会污染到火。因为该教绝大部分的理论学和崇拜都是建立在对土、水、火、气这些要素的理解上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理由，只要是侵犯或者是玷污了这些神圣的要素，就是邪恶的。比如说在先教的地狱中，那些用他们的粪便污染大地或者是水源的人都会受到非常非常严厉的惩罚。看来他们的教徒是相当环保的呀。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征服了波斯之后，波斯进入希腊化时期。希腊不是有自己的神吗？先教就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也没有被取代。两个宗教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阿胡拉马斯达等神成为了希腊太阳神、月亮神等等神的小伙伴。几百年之后，波斯的萨珊王朝时期，萨珊王朝自称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后人嘛，先教又重新兴盛了起来，又成为了国教。再后来，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先教受到了伊斯兰教大大的排挤，信徒被迫皈依伊斯兰教，先教的人数就大规模的减少。但是也有非常非常非常虔诚的人，他就是不改教，这样的话他们肯定在老家是待不下去了，只能向东迁徙。一部分人进入了中国，先教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盛行于西域，在中国也被称为白头教。一部分人进入了印度，直到今天，伊朗和印度还有小部分的教徒，全部加起来也就20几万人吧。好了，今天先说到这儿，下次见。